怎么又卡了？现在呢？回来了。那我们准备下播，然后给大家弹两首《泰坦尼克号》主题曲和插曲。这两首呢，是我每次下播前必弹的晚安曲。送给你们。我刚说，如果弹着肖邦的曲子，然后念着徐志摩的诗，是什么感觉？你要听卡农啊。好呀，明天。你们点赞也辛苦啦。争取点赞到70000，哼。谢谢帮我点赞的所有的友友们，刘海清，似乎不同。